爸，刚刚我真正有你这么样细心。 超级大反派张正浩回归炮箱，但看这波的节奏，哎呦，好像开始洗白了哦。你这令吼又不能太，对啊，太洗白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这时候时针对，到位。对。这样一抓，你好啊，姐。先把门窗开好看。好，先就是将它不要。对，就怕你参与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好像哪里啊？ 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就是无食物件，才会偷偷讲啊。我有早一个点心，你是不是今天来过？啊，人潮我已经较熟啦。我一说你不难啊。我一说你是这样子，你多。哎，你这个你，因为他推一大把，你才会。 你才会，我才会生气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是不是还惊我？我就是破袂起我。告诉我同情我，需要体谅我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口，你跟我讲几句话，你心内就当好。那你也给补了。小妈。 什么？想让你不要这样。还要蹲一下，这样才对。下跪次数最多的，非张正浩。从一开始好，变坏了，成为最强很多人，他也是自己的最强，最还一直在下跪，一直下跪。应该也是西夏，西夏里面。 最会下跪的男人，西夏最没有黄金，西夏最穷的男人。我觉得这样是有，像是穷还是有钱？西夏最没钱，西夏有黄金啊，所以你是没有钱啊。有钱就不能跪嘛，嗯，没钱就随便。咖啡对镜头来，看。 正浩，你有带护具吗？有，有，忍耐一下，师姐快出来了。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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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姐
我不必你用双脚来跪我，我们母子要见面，恐怕是遥遥无期。妈妈，三二。好，稍等，我们再一次哦。好，读完秒，医生回来，那滴泪就滴下来，手放下。哇，等一下，有吗？够吗？有。好，来，只眼睛闭一下就会滴下来了。好，六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也可以说是最会哭的男人，想见妈妈一面下跪哭，被老周董听笑也可以哭。我在证明我的演技，我会当，我会认真照顾我妈，我会认真。我用个低调的想法，低调的认真。我嘛一直在证明我的，我会用照顾我妈，我会用个低调的，用个低调的认真。我为着提升这两年，行偏太侪。好像台语绕口令哦。啊，
啊，经过这边，我知，在这边我小厨，我再用我确定是你。我知影，我知影你需要别人给你一个机会。三、二、一。经过这边火烧厝，在第一火灾的现场，我看到你的身影。是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所以你要尽量火灾弥补。马波，真正是你不好的囡仔。你确定？有吗？真的没有。哦，没有拉好。对啊，没有拉好。真的有。丁丁快没出来了。因为刚好有侧拍手啊。我刚。我们两个，我刚刚一直在想说，想说镜头会不会看不到，看得到。不要故意的。我要故意的话，我有个东西跑出来。三二。所以你现在要让你妈妈知道。所以讲，我们住回头。然后你才老舅这样对待你，完全就让你最后才跳过来嘛。是儿子，好，要培养情绪，好好。低一点点，低一点点就会有 feel 了。给我一下时间。好，你好 ，Q 我。好来，金马。我嘛甲我讲，其实伊伫活伫迄地下内底，我才知影，原来是我去伤害阮妈。我明明是想要好好友好伊，哪变作是我咧甲伤害？对不起，我是后面靠的吧？你好，你好。对吗？对，最后才靠，讲完才靠。最后一句话，老舅当都瞎，都瞎。然后拉完之后才靠过去吧。嘿，没错。好 OK， 排戏，周家厅还是周家，好强哦，超强的，看不出来耶，这么厉害，对啊，是国兵哥厉害，既然那个手搭上来我就有感觉，但是刚国兵哥就完没有要靠过去，他就把我拉过去，我的眼泪其实不是。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不管我之前做错任何事情，他都是可以包容我，甚至不要过问。他觉得人都是可以重新开始的。好像，其实我那时候一刹那真的好像，我真的之前做了很多坏事，因为我真的变脏。其实你之前是真的做了蛮多坏事的、啊。对，我是说陈志强啊，真的感受到哇，张正浩之前最近做了很多坏事，然后我也替张正浩感受到，因为角色是我在演，我也真的感受到张正浩。现在终于有人愿意听他讲话，就想到这边就觉得哇，这个拥抱好温暖。欸，可是张正浩坏这么久了，要反白有这么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对啊。你觉得我容易吗？我不容易啊！我从回来到现在，我每天去，每天这样拍拍拍拍拍拍拍，每天在哭，每天在哭，不是跪就是哭，就是要忏悔。你觉得我容易吗？好像真的没有很容易。你回归在网上引起超大的回响。真的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时间看。真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很多人都说正浩怎么要出来了？正浩反白了吗？就很多这种声音。就是要这样子，就是要这样子。我自己的感受跟各位观众朋友一样，我也是每次拿到剧本的时候，我很期待说张正浩到底是要变坏，还是要继续坏，还是会反白？
但我最近这几场这几天拍摄的状况剧本下来，我觉得他现在是真心的变好了。